Nesting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 that emphasizes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The aim to assist people to obtain an optimal level of health, and we can do that through disease prevention, health maintenance, and health promotion. The School of Nursing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s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l-round nursing professionals. We strive to become a top-class nursing school and a leader in the advancement of nursing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in the region and at global level.我哋喺护理工作里边，时时都需要同病人同埋家属咧一齐去经历身体健康嘅转变、情绪嘅起伏，以至到生老病死。而喺护理专业里边咧，除咗需要运用临床嘅思考同埋分析去评估病人嘅身体状况，从而实施一啲适切嘅护理程序之外咧，我哋仲需要咧切身处地咁去了解对方嘅身心灵需要，以达至全人嘅照护。 护理专业咧就唔系净系单单只系讲普通科护理吓，咁仲有咧精神科嘅护理。咁我哋好相信咧系我哋个身同埋心咧互相嗰个关系系非常之密切嘅。咁精神健康护理咧就唔系净系单单系关于吓点样照顾吓精神病患者。咁同时间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同学咧学咗之后咧可以学到咧点样促进市民嘅精神健康。 As one of the key professional team players in the complex healthcare system, nurses need to learn not only about their own disciplinary knowledge, but those of others as well. Along with other health sciences departments within our faculty, we have designed an interprofessional course named Freshman Seminar. And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from other healthcare disciplines, they can learn with, about, and from each other through the study of cases. And through this process, they can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role better, and so that can prepare them to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for quality of patient care in the future. Lei大护理学院致力推动中医药教育，培养能够应用中西医护知识嘅护理专才。 我哋系香港第一间喺护理课程中增设中医护理科目嘅专上院校，学院更加成立咗结合保健诊所同埋中药堂，向市民提供中西结合护理服务。从课堂学习去到临床嘅实习，理大护理学院对学生嘅期望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母去概括，佢哋分别就系 head、 heart 同埋 hand 啊。 临床实习嘅目的系使到学生熟习医疗环境，临床上应用嘅知识，执行护理决策，锻炼护理技巧，累积经验。除咗提升专业技能，学生亦都学习点样同病人、病者家属沟通，建立良好嘅关系，同学习尊重病人嘅私隐同意愿。学生亦都有机会同其他医疗人员合作，同交流经验。 尖端医疗科技嘅引进以及护理服务嘅多元化，可以为市民提供周全嘅医护服务。而理大护理学院贯彻以病人为本嘅教学理念，去培育未来嘅人才。喺临床实习嘅时候，导师带领住同学们深入分析每一个复杂嘅病例，透过同病人嘅沟通，评估佢哋同家人嘅需要，从而落实一个适切嘅护理计划。Hand 亦都即系技术上嘅训练，学院会安排学生喺临床导师指导之下去进行全人护理计划。喺护理过程当中，学生系需要积极咁同护理团队同埋服务对象沟通，从而了解病人同埋家属所需，当中亦都能够认识到现今嘅护理趋势，以应付社会嘅需要嘅。
臨床導師亦都會安排實習後的小組討論，去解答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當中亦可以評估到學生的個人成長和專業上的發展。在2008年，理工大學創立了梁顯利流動結合保健中心，為60歲以上的長者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同時亦都結合了教學和科研，走進社區，讓同學可以豐富他們臨床的實習經驗。流動中心同時亦都得到國際和本地的認可，亦都同世界衛生組織有著緊密的聯繫。保健防範於未然，提高個人和社區的生活質素是我們的使命。有時候見啲老友記再回來，看到他們情況好轉了，都會覺得心機和努力是沒有白費的。理大護理學院不單止注重我們在護理專業的訓練，並且強調全人發展，鼓勵我們走出課室，放眼社會和世界。在學期間，我們有機會運用自己的護理知識去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去到一些專業的團體裡面做義工，甚至成為學生代表，去到世界各地作學術和文化的交流。活學活用之餘，亦都可以擴闊眼界。護理的訓練令我今天能夠應付在管理崗位上的各種挑戰，可謂畢生受用。我們社會的變化日益複雜，我們需要更多護理的領袖，薪火相傳。快樂，快樂，快樂，源於健康的身心靈和社區環境。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就是以關懷和專業的知識守護大家的健康。這份使命，這份使命是需要有熱誠和勇於承擔的人將它傳承下去。眾生護理，為責專人。